做啥？做啥？你要上桌子。我看我在我的直播里看到他跳上桌子，然后我就在你说了的直播间里出现他们，嘚儿，我是小臭臭哈喽啊。怎么放你这儿的？我刚刚直播的时候，他们都说黑屏，我就知道网不好。嗨，晚上好，今天没有在剧场看到你哦。晚上好。不知道为什么坐在这里就嗑起了瓜子，我昨天晚上突然就是觉得很想嗑瓜子，然后我就买了一包瓜子回来，好久不见。明天来剧场看我还好呀？好看哎，那没有，我感觉有一点点，就是太成熟了。这里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哦，是从这出来的。哦，这样做会不会好一点？不行，这光太亮。这样做吧。好，这样做好一点。但我今天看直播，就是感觉自己脸特别长的感觉，我哭了。我不喜欢自己的脸太瘦长了，我喜欢短短的、圆圆的脸。老母亲最喜欢大光明大马尾什么的，是吗？成熟点挺好，是吗？把这个调一下。不是，我觉得我就是中分之后很像男孩子，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中分，反正就是大光明之后很像男孩子。男孩子有误解。下周好呀，好的。帅气御姐，我现在帅气吗？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点帅气。为什么突然唱歌？感觉很饿。我今天就是去剧场之后吃了一份肉果，他在屋里啊，只是他没有在我的这个手机里出现而已。嗨，晚上好。卡什么？卡什么卡什么，不要乱说。现在呢？现在好了是吧？我现在是用自己的流量播的，所以它应该不会卡了。嗨，晚上好，今天造型好看。今天他们说我今天像一个成熟的大姐姐。对，是公演结束了，是用的流量，对，对，是的呢，没能溜去看公演哦。晚上好，那你们觉得我是齐刘海比较好，还是现在比较好啊？我好纠结啊，我觉得。我觉得齐刘海会显得人小一点。这个时候粉丝应该会回应，只要是你就好。他们都说，他们有的人说现在，然后有的人说都好。
你们看直播也觉得好吗？看直播也觉得好，我总觉得看我直播觉得我自己脸特别长，我哭了。好会套路，不是他，因为他肯定，对啊，没有啊，是吗？不是，不是他说的对，主要是我觉得他肯定也会问过粉丝，哎，你们觉得我怎样好？然后你们肯定会给严明就，你粉丝是不是回答你，你怎么样都好？太好了，我一般这么回答别人。天哪，那别人什么反应？就没了。嗯，如果别人告诉我怎么都好的话，我还是会很。就是我想听到一个答案，你知道吗？但是你，但是如果别人说都好话，我就会觉得啊、哦，那到底是怎么样好，还是会很纠结。嗯，正好调大音量，我这样显得自己好小，个头，个头吗？那不是说了跟我说，对，是吧？就是、啊。三六好像会显得好傻，你的意思是我之前很傻吗？好渴，换造型了，对啊，随便换一换了。我今天本来想把头发扎起来的，就是你看，本来想搞成这个样子，想搞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样，扎个双马尾这个样子，但他们都说我就是哎呀没有必要，说不用刻意的可爱，你知道吗？我说，但我本来就觉得，本来觉得就是怕就中分太不可爱了。现在好多双马尾，对啊。啊，像前辈挺前辈嘛，之前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为什么非得要可爱啊？因为少女偶像嘛，大家不会都是喜欢那种比较可爱的女孩子嘛，而且就是人总是会想要让自己显得小一点嘛。啊，和小燕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喜欢，不是，这不一样，就是因为，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很帅气。大姐姐哦，但大家都觉得我有一点是这种。秦雨文吗？我不觉得秦雨文，我之前觉得不认识秦雨文的时候觉得她很御姐，但我认识她之后，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他像一个小学男生的感觉。我觉得信文现在在我眼里就是非常的搞笑。虽然像个傻姑，行了，我要放弃帅气路线了吗？但是我觉得我平常公演还是很帅气的。你们不觉得吗？像小学男生，他真的很像小学男生。哇，这个居然可以打光。原来我走帅气路线吗？不是，我是一个想走帅气，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就是你知道人一般都会有，因为自己不是这个类型，所以有时候会希望自己能够这样一点的这种类，这种你知道吧，然后这个帅气就是我虽然不是，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也可以帅气一下的这种。没有没有没有，一般一般一般。天天幻想你是个男生，然后去撩小姐，你是女孩子也可以去撩小姐姐啊。我的室友，我一点都不觉得严明君帅气，我觉得严明君是一个超级可爱的人，就他这个人也特别女孩子，就是他不是那种很帅气的那种人吧，是吧，严明君？我
我外表很帅气。嗯，就是对，就是他除了外表以外的其他都不帅气。对，哎，不，莫名其妙，有道理，有好难过。对吧？就是你看他这个人也不是，就除了外表以外，他其实性格是非常少女的。然后我觉得他比我少女，而且他性格也比我女孩子。就是其实我没有，我真的就是我平常其实有挺大大咧咧的一个人。然后他说话声音也特别像，就特别可爱的那一种。对，好，我要给我爸爸发微信了。我经常说我很聪明，也是这个原因吗？不，我说我聪明，说的是实话。什么？会把头发扎起来，你看把头发扎起来就这样。你看把头发扎起来，把头发扎起来。其实把头发扎起来和我刚刚搞那个双马尾，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但把头发扎起来会显得这个整个人非常的人妻的感觉，是为什么？你看就会显得非常的啊，非常的像一个已婚妇女，什么鬼？我这样说自己真的好吗？不太好。是吧？你看这样就显得整个人很。说不上来，说不上来，群雄的感觉。对，特别像一个那种，就是客栈老板娘的感觉。胡一菲是哪一种？泼辣，自信。啊，这种那我是跟我完全相反了。批发就挺好的。你说的是性格还是就头发？他们说的应该是，我也不知道。谁在我房间？不是啊，我们现在是两个人一起住。我想和小舅舅合照。哦，这个发卡是孙小燕的。我今天就是因为孙小燕有很多很可爱的卡子，然后我这个人平常上公演的时候就什么首饰也不戴，什么发卡都不戴的那种人。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很直男？我就觉得我这人一点都不少女。然后我今天不是搞了一个就非常成熟的发型，然后我就怕自己太成熟了，我就去孙小燕那看看她有什么可爱的发卡可以借我卡一下，显得人不那么成熟。然后她就借了我两个小西瓜，别上去，然后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傻和直男是有区别的。我一直用亮发片，我用的是有颜色的发片，是这种的红色的。我特别想染个一次性的头发，我给你们讲。就是结果跟他说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卡子还挺可爱的。不是大家说我有，他们都说我有一种成熟女性的气质，我怎么感觉这话听起来好奇怪啊？就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老成的感觉。你今天中分。就是啊，我想啊，谢谢卡卡送的权杖，给你比个心。是有的，特别是说话，是吗？我想说什么啊，我想染一个那种一次性的发，就那种颜色，就是然后我在想染什么颜色，你们有什么推荐？你们觉得我比较适合什么颜色？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染过头发，20年都没有染过头发。然后我的头发就是基本上就没有烫过，没有染过的那种。我有的大姐姐的感觉。哦，其实别人也这样说过我，高贵的绿色。
黑色不好吗？好啊，但是我这不是一直以来都是黑色嘛，然后我就想尝试一下别的颜色，但是不是染永久性的，就是那种一次性的喷雾，你知道吗？就喷雾的那种染发喷雾，它就是喷过之后，你就头发就会喷成那个颜色，但是回来一洗就掉了。我也想红色，我觉得红色蛮好看的。为啥猫有女孩子叫声？不是啊，你可能单身久了，听个声音都觉得像女孩子的声音吧。我在说些什么？就是喵喵喵。我是只狗。灰色好像蓝色，然后还是觉得，哦，你今天是来看公演了吗？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不跟我报 ID，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谁。不是你们，不是你们没有看过，就 B 站上就是他们就会说单身久了看一只猫都眉清目秀吗？就这种话，比较适合深色系的发色，深色系哦。失去你这个单身了，没事，你们还有我。你看我们大家都单身，但我们也过得很开心，对不对？没有想到要报 ID 这种事情，不但你可以下次去，下次来的时候，哦，也没这样，我是啊，我怎么不是？我是啊，你们不要就收啊，好啦，可以啦，一句爆破粉丝取向什么意思啊？你坐中间来着，我想想，哦，是不是我们的右边呀？认谁？宙斯呀？不，宙斯他现在还是认我的，他晚上睡觉还是会钻进我的被窝的，什么声音啊？你听到没有？应该是那个惨歌。他怎么叫的这么惨啊？他可能碰到别的小猫咪了吧？哦。28岁可以再团恋爱啊？再团恋和团里成员恋爱吗？不然为什么叫惨歌？有道理。你这边写的是左边。哦，那我知道。哦。哇，原来是你啊！哦，怪不得哦，是这样，我就说看起来好像是我的粉丝的感觉。还记得我把他忘在剧场？不，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是我把他忘到剧场。解放天性，不，我觉得我和严明君在一起住了之后，我整个人都变攻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都开始变得非常的大大咧咧，有没有？你觉不觉得？可能你觉得，小慧当时也这么说。真的吗？就是我给你们说，因为严明君是一个非常话非常少的人，然后我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比较怕生的人嘛，然后我刚住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俩都不说话，我觉得气氛很尴尬，然后我就开始让多说一点，我就多说一点话，我就觉得那我们俩中间总要有一个人说话来调节气氛，对吧？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一直跟他说话，巴拉巴拉巴拉。但是不管我说什么，严明君就回我的语话都很简短，然后他就是不是什么哦好啊我知道了啊对不起啊谢谢，然后就这种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你跟他说话，他一句话就让你无法接下一句的那种，就是他就是聊天终结者，你知道吗？然后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好窒息，然后我就使劲的多说话，然后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拘谨，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也不会拘谨，但我后来发现他并不是拘谨，他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也不会觉得拘谨，只有我在这里觉得拘谨而已，他就是那种不说话他也就是完全不会有什么觉得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的那一种，然后有昨天，然后有一天夜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总是不说话，我觉得这个气氛很尴尬。然后我就开始，总是不说话，气氛很尴尬。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就很尴尬，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巴拉巴拉，我说我们俩都住在一起了，你说就是这样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我真的很尴尬。然后后来他就是就是他这个人，你看他虽然不说话，但是然后你有时候说话他也听不懂，但是呢他有一个好唯一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比较虚，他比较就你跟他说什么他不会，就是就他会听，你知道吧，就是他虽然听不懂但是他会听，就比方说我给他说你跟我多说点话，他也不知道，但是他你看他虽然听到了要跟我多说点话，但他不知道跟我说什么，但是他觉得，但他就觉得我虽然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就努力的多说两句，然后就是这种你知道吗，然后就是现在从几个字变成了一句话的这种，就是然后听见什么了，不是他真的听不懂，我跟他说好多事情他都听不懂你知道吗，然后他听不懂，然后他完了他也不知道该多说些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该回答些什么，对，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我的阅读理解太烂了，然后就而且语速差声音大，对啊，我这个人一认真的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这个样子，就比方说我玩狼人杀，我很认真的发言的时候就会和我平常不一样，我已经不是 B 队说话声音最小之人了，啊，那真好，我终于有进步了。不是我平常不会特别大声的说话，是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人可以小声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要大声说话，就比方说我可以走路就行了，我为什么要每天都跑着，每天都跑步，没有必要，就是可以但没必要你知道吗，但是有时候我一激动我可能就我一点都不开心，我哪里开心，哪里看出来我开心了，我跟你讲，我刚来的站，我刚来住，刚来和严明君住的时候，我很窒息的好吗？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就是好吧，中间还是因为小张主动的去沟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以后就是慢慢的就是能就是互相适应一下吧。你们，我真的没有很开心，哎，我真的是。我不想和你们说了，我每次一和你们说话你们就特别 KY， 我就不想说了，我一点我哪里有啊，我猜弹幕是 TTI 啊、哦、不是他们都说我好开心，你说说你告诉他们我那天开不开心不是、啊、那你说我现在直播我还能哭着说吗，我不是，我那天很认真的在跟他说话好吗，就是很严肃的那种，然后我就跟他在聊，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就像一个那种就是像他姐姐一样，有没有严明君像个慈眉善目的妈妈，你看就我跟他在一起就是这种你知道吗，就是我严明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小屁孩真的然后好了，你们不要再 KY， 如果你们再 KY 我就不开直播了，说实话我也在看，因为我你知道吗，我磕的 CP 基本上都是年下攻你知道吗我闭嘴打扰了，你比如说大黄和宙斯我就磕大黄攻你知道吗，我就不是你这样说我这直播还怎么开、嗯、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 KY 我真的醉了，换一个话题比如说张雨涵今年中分真的很好看，没有，我觉得还是有点太成熟了，我在自拍，终于可以聊起来了，我平常握手会话很少吗直播第一秒就哇，真的假的，真的吗，你们真的不是在安慰我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我明天就有这个发型我好饿呀，但我吃了一个苹果就感觉还好明天超过，不是你们现在觉得我说话声音大是因为我离手机特别近，然后它传出来的声音很大，但
但我这声音其实在现场说话的话，跟我们队员一起说话也听不见的那种。啊，谢谢，谢谢天空凝酒送了10个巧克力。B 队来袭。哦，我本来跟约好了和小燕跳烧胸花的，就用这种发型和小燕跳，我们两个会不会很像？可以看菠萝吗？可以啊。嗯，不行，菠萝现在是这个样子的，我给你们看一眼。菠萝。说。菠萝，这个叫什么？魔的感情，菠萝啊，菠萝。菠萝，菠萝，不是菠萝，菠萝一脸忧郁的盯着墙，菠萝。他们两个在打架吗？好吵啊。不啦。伸出援手。宙斯啊，宙斯会啊，宙斯能凭空跳到柜子上，你知道吗？超级厉害。现在有3只猫啊。这是什么？蛋黄被打得嗷嗷叫吗？没有，它寂寞。它寂寞也不能找宙斯呀。我要去看一眼。宙斯啊，你在干嘛呢？咦，你看身上沾的脏呢。哟，宙斯 ，Oh no， 他在宙斯在那个猫砂上滚来滚去，脏死了！天哪！你把它给弄走，不行，那它吐的。天啊，撸！哦，天啦噜！就是你看小菠萝的表情，菠萝胸无可恋，菠萝。我的感情，饿了，啊，要搞点吃的。把眼屎擦一下，啊，今天没给他擦，今天回来他就这样了。越来越像猫了，为什么？越来越像林志玲了啊！我长得像林志玲吗？加油！
新来半夜吃播吧。哦，我今天从我们那个，我今天从剧场出来的时候拿了两份剩饭，然后我觉得我当时本来只拿了一份，我想万一一份不够吃咋办，然后我就拿了两份。我外号是幽堂林志玲啊，什么？我这样吗？有吗？对呀，早上起床脸会肿，不是我怎么吃脸都不会肿，就我从来脸都没肿过，从小到大都没肿过，但是就是我就是也不会就是水肿啊，也不会脸肿，但我会长痘痘，就是我什么都会长痘痘，就你看比如睡得晚就长痘痘，上火长痘痘，然后晚上吃太多胃不消化，然后就会长痘痘，我就感觉幽堂郭京飞是为什么？为什么幽堂郭京飞？螨虫不是啊，我用的都是那种驱螨虫的那种。三只猫咪好可爱啊！对呀、啊，我是吃不胖体质。嗯，其实我就是我能吃胖，但是胖不到110的那种。我一般胖就是我的胖就是在46到51徘徊，46到51这种。就是我就没有超过过52斤这样，公斤公斤，我需要公斤。最近50斤重，刚刚没有量体重。谢云文跟郭京飞长得有点像啊，这两人哪里像啊？我都不如宙斯，宙斯他才13斤，我怎么不如他？我是他好多倍呢。80都不想讲话，你80斤那很瘦啊，不对，你看起来不像80斤。旁边站了个120的都没说话。你不是130吗？然后站了个130的都没说话。然后我就觉得严明君应该减肥了，但是他毫不 care， 他不。他内心是想减肥的，但是他又觉得他饿的时候就想吃。你说这种女的就没有毅力，你知道吗？我看不起她。我要当一个强壮的 papper。不是，这不是你不减肥的理由好吗？对，众所周知，越胖的 papper 跳的震感越大。什么啊？人家那是肌肉的控制力，又不是肥肉的控制力。不一样的，我跟你说，你要是一抖的话，你全身的肥肉都在抖，就会看起来更大，视觉效果。天啊，你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是666，我服了。跟你差不多，什么跟你差不多？哎，严明君，他们说你比冯鑫朵重50斤。我现在130算的话，130除2。哎，你看你说完那个，你说完那个肉抖的问题，所有人都是问号问号问号，大家都无法理解你说的，你知道吗？你去看看。控制不住自己想吃东西的心啊！我最近就是就是觉得有一个还蛮占肚子的，就是但是又不会长胖，就是你酸奶泡燕麦，就燕麦就那种不用煮嘛，你直接在酸奶里搅一搅。然后你就可以吃，还蛮好吃的，而且不会长胖。你比他还胖还行，你是男的他是女的，你俩能比吗？你们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误导小朋友？哦，他们说你比熊思君重50斤，真的吗？小熊88还是86？那差不多了，八。二八，我140。哦不不行。重50斤，50斤，我是不是长高了？我没有长高啊，我怎么会长高？外面好吵，他们在干嘛？不知道，应该不是咱家的。啊，我知道了，是那个那边那个小孩儿，哦，是吧？追星，追星的小朋友，是女的啊？这样吗？我以为你是男孩子，这个 ID 看起来很像男孩子。我跟军姑谁高？我高吧，我觉得看起来我比较高一点。
好饿，我要去做饭了。我拿回来了一份米饭，米饭跟菜的那种，然后还拿回来了一份鸭血粉丝汤。我今天喝那鸭血粉丝汤的时候，我早，因为我中午吃的也是那个嘛，就我们去剧场节点的，然后那个里面明明是鸭血粉丝汤，结果一个鸭血都没有，然后就有一堆粉丝，然后和几个干鸭干，还是应该是干吧，就只有干，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什么鸭血粉丝汤，这是鸭干粉丝汤吗？对啊，就一堆粉丝。晚上好，我是优糖第一高吗？不是啊，小应该是小燕吧，小燕比我高。我要吃粉丝，你们没有吃过粉丝一样，哼。哎，我们的垃圾桶去哪儿了？ Oh no！ 快快快来，严明君快来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儿。我一会儿现在在哪？我们的垃圾桶被猫撞翻了，然后现在就东西撒了一地。是啊。不是，你能用一个合适的词吗？他们怀念学校的，又不是故意的。那是不是故意的？他们都不应该把垃圾桶打翻呀。晚上好。就来瞧一眼哦。晚安。公鸡。又到了教训宙斯的时候了吗？哎，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没法说。准备播多久再？啊，你说我不播多久关吗？嗯，我都可以。哦，大黄现在在舔宙斯哎。嗯，他还舔菠萝。又打闹，怎么可能打不翻？嗯。能不能撑得住？哇，为什么大家都说我温柔？我明明有时候很暴躁。认头当小弟了，不是啊，就是猫是会互相舔的，不是说谁舔谁谁就一定是哥哥，谁就一定是老大。打一拳会怎么样？你会得到战雨涵的两拳，而且是比你打我更重的那种。谁啊？进。进吧。进。我是他是不是来要他的小西瓜了？啊！你们怎么大家都在直播？你是不是来拿你？哦，你的宙斯实在是太可怕了 ！Oh my god！ 你不觉得他的大黄比我的宙斯更可怕吗？哦，我觉得宙斯就体积更大呀。但是宙斯不是，但大黄长得很快。宙斯长得像申公豹一样，好可怕。我们家宙斯长得像小黑豹，多好看啊！你背着走过来，我把脸捂住。你是不是来拿小卡子？不是啊，别说了，小卡子也是一个。哦，还有一个，我要问问姑姑有没有就是隐形眼镜的那个小盒。嗯，我找一下。因为100块。100块啊！我是去找老刘，老刘推荐给我你的，哦，小曲推荐给我你的。哎，我找一下，我记得我真有一个。哦，就是那种，我因为我坐。坐死啊！坐死！坐死吗？在那边吗？哇，你这个其实你露脸也没有关系，完全看不见你长什么样。不要过分了。我记得有一个拆开，但是我为什么变了？哪里变了啊？他们说你一来气氛瞬间变成沙雕。什么鬼啊！我讲话了吗？太沙雕。你坐着吧，我慢慢讲。你说你放。我爱你。姑姑我爱你。我今天在车上为姑姑唱的《姑姑之歌》，怎么唱的来着？好沙雕，你记住了。我今天在车里为你唱了《姑姑之歌》。哇哦！我把我的猫抱过来。哎，你不是？哎呦！这是不是都是你抛弃的化妆品？不是，我觉得没用完扔又太可惜了，我准备在。宙斯不喜欢别人抱他，你看。谢谢哥哥。那当然了。我一抱他他就要乱动。要不然你同的话找我哟，专业同在。啊！幸亏宙斯，你真的挣钱了。我当然了。哦，宙斯身上都是香水味儿。那你卖出去过吗？我
卖出去过呀，我不卖出去过，我。你卖出去过？嗯，啊，对呀。不是猫砂吗？是猫砂。你会啊？你流眼泪了。哦，好的好的好的，怕它突然变人形。哦，我想起来了，你把大黄的，就是说 iPad 窝放在你的头那儿。对呀，它好奇怪，一女的，你知道吗？她把她猫的窝放在她枕头边。我只是希望让我的猫咪跟我一起睡觉觉。去。啊，好吧，好卑微啊。啊，你不要这样子，真的好丑啊，一个猫。你在说什么？小燕，我生气了。哎，你不许说我的。就问你的宙斯丑不丑？宙斯多好看，多可爱呀！君银太甜了。你说吧，你说吧。你要是说的不好看，你就站在我这儿；你要是好看，你就是太甜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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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斯丑，宙斯丑，行了吧？我真的觉得宙斯长得像申公豹。我记得上次实验，你这个没有审美的女人。但是宙斯看起来还挺贵的哎。是吧？他看起来很帅气。嗯，他看起来挺贵的。是吧？但是我不能抱他，他长得有点像哮天犬。宙斯露个脸。宙斯 cos 申公豹和哮天犬太像了。你应该像。你不觉得他长得像小黑豹吗？像一个小豹子，小黑豹。啊，好可怕。是申公豹吗？申公豹。我跟你讲，他能听懂人话的，你一说他，马上就过去抓你。我跟你讲，真的。嗯，啊，宙斯，哦，宙斯跟我想象当中的猫已经好多了，我以为那大黑猫就可吓人了呢。没有啊，宙斯啊，你不觉得埃及的那些黑猫神像很神圣吗？好吧，我对猫没有感觉。哎，那个呢？不三个吗？嗯，小菠萝怕人。玄猫很可爱。小菠萝。啊，在这儿呢。嗯，你看，你来，它马上躲起来，在这儿呢。哦。小菠萝好可爱，它跟那个谁，跟那个黄儒的那个猫是一个品种吗？它们是一窝的。它们是一窝的。对。它怎么跟橘皮长得不一样？对呀。橘皮长得有点像外星人。你要不要坐脚？你站着好高。菠萝害怕了。橘子皮长得有点像。菠萝一害怕就舔嘴唇。菠萝还像个正经猫，橘子皮长得像外星猫，我天。橘子皮骨架子应该跟那个宙斯差不多。你想抱抱这菠萝吗？啊，菠萝我可以，别的我接受不了啊。那个宙斯还。哎，你别吓到他，你别吓到他，他胆子特别小。啊，真的。对，你不要做很激动的动作。我不会的。你可以要把它抱在怀里，不要单抱它，它会悬空，它会害怕。哦，它好乖哦。嗯，抱住抱住，它会跑，它会跑。嗯。啊，是这样的吗？它紧张，我不吃。对，它紧张。哦，它心跳好快哦。对啊，它胆子特别小，就是一有陌生人进屋，它就会马上躲起来那种。哦，这次真的跟撒谎申公豹一样。Oh my god！ 它真的小，它真的好小的。对啊。然后好像猫是摸它，它就会好一点。对。哦。整个屋子里最可爱的猫是小菠萝。当年还是我的小战战。嗯，小燕真的怕宙斯。对啊，他可能就是不能审，他没有对帅气猫的审美。对，死小燕。我没有对申公豹的审美，对不起。大黄，大黄。啊！你看大黄，我天哪！就是。你搞啦！大黄。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大黄真的越长越像粘面筋了。你闭嘴！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大黄多可爱呀、啊！真的好像你啊，憨憨的。我哪里憨了？我要喂大黄吃肉。哦，大黄好憨啊！现在，大黄跟以前长得不一样。除了肚子胖一点，基本没缺点了。真的吗？我也觉得他以前像个小猴子。他就是很能吃，他就很能吃。哦，你看，我的墙，啊、你上一边去。你上边，你给它吃了一顿。你怎么凶我的猫呢？你往它长太丑了。哎，人长得丑，就怎么着是碍着你事儿啊？它是公猫，对不对？嗯。你先说人长得丑是碍着你事儿，怎么样？它现在已经是太监了。啊啊！它那个啥了？它一看就是公猫，不像母猫。现在整个中心应该只有我家大黄是，是高贵的有。大黄是公狗吗？啊，公猫。高贵的什么呀？你闭嘴吧。用这个声音讲 MC， 我不行，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你怎么能够拥有一卡牌的充电线？我都几个。三卡。电热毯、电暖宝、iPad、手机，然后灯。不是这样子的。我
是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只是大家没有看到私下的我。嗯，暖暖的，哇，你不正常情况下我不想，我不会凶别人的呀。但是如果，哎，算了，不要纠结这个问题。给自己搞得像吊绳。对啊，恭喜也是，他还没有做决定。真的有这个意思。岁岁也没有做吧？但是他太不牢固了。好像岁岁也没有。我在 P 图。我只会双宙斯。我拍了好多好多张，然后只找出来了三个。刚刚绝育完哦。啊，你刚，这挺可爱的。前两天宙斯还跟岁岁玩呢。啊，昨天吧。没了，后面。刚做完。他什么时候做的？哎呦。哎，这张可爱，这张可爱，相信我，去吧去吧，相信我，这张可爱，我像你的大宝，大宝，你不觉得吗？你是觉得侮辱你还是侮辱大宝？宙斯，不要上桌子哦。大黄像易烊千玺，才不像我呢。闭嘴。那就叫易烊千玺。个谁叫龙？你闭嘴吧，我。这么夸张吗？你看大黄，圆度像易烊千玺。一会儿就攻击，一会儿微博还在攻击你了，你在说话。孙小燕很难过，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是吗？你一会儿攻击你就好了，我也可以。你有灯给你拿一下，一会儿忘了。嗯，我有灯。嗯。哦，太棒了！因为老新买了那个，哦、我新买了一个。明白，宙斯是有一天他，就是他第一天发行，第二天我就带他绝育了。我都在群里问了，没有人理我，又不看 P 图，然后我就挨家挨户的找到了你，我找到小曲，然后小曲让我来找你，我就来了。哦，那你现在是卖美瞳的？那你现在，我有的时候。哦。你那是啥呀？我刚买了两副美瞳。对呀。嗯。哎，找我便宜。我跟你说，就张女孩一天就背一些外国六的。这是粉丝送的，好吗？这是粉丝送的。你知道吗？就在人家都背各种小皮包，张女孩背着小猫小狗跟那儿走。那么大个儿，背个小猫小狗。我觉得那包那包太贵了。不猪哦，大猪蹄子。这看起来更像猪蹄儿啊！这看起来更像鸡腿，直播间全撞上了。啊！我要 P 图了。对，孙小燕没化妆，安静的。你好过分啊！我觉得严君在黏我，他说我要 P 图了，我 P 图要很安静。没事，他黏你，我不黏你。言外之意，坐。君您太甜了。孙小燕，出去，立刻，马上。哎，你行不行，朋友？我头都大了，好吗？我头都大了，我真啊！天啊，放过我吧！听到了他，是这样吗？哎，他们说在老刘和曲美玲那里就听到了你。啊！我刚从那儿过来，我又去了趟柯南房间，然后去了趟柯南房间又过来了。哦，我忘记带水杯过来接杯水好。我观看了，哦，空难让我欣赏岁岁和惨哥，我就走了。是被追什么呀？岁岁和惨哥他们两个互相，你们在这儿聊吧。互相打彼此。哦，但是这样我觉得蛮好的，因为这间房间很大。啊，这个房间会大一点。我喜欢。那你来住啊。哦，我的房间也不小。哦，丑八怪圆圆圆。你行不行啊？你孙小燕。以后我见到他就给他唱歌。孙小燕，你好烦人啊！你对这个长得帅气的猫有什么意见吗？你知道吗？他是我继惨哥之后第二个觉得长得丑的猫。那是因为我们审美不同而已。你真的喜欢他吗？你知道有一句话叫。不理解，但是要尊重吗，朋友？我尊重他，可是我更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你那个叫什么？他叫阿波罗。啊，阿波罗。嗯。啊，你为啥不叫阿拉伯？我阿波罗。因为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啊，就古希腊神话里。啊，原来你是这么起的名字、啊。嗯，宙斯是众神之王，然后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是太阳之神。啊，你是这样起的名字啊？我本来还想，以后如果宙斯有一个老婆的话，就给那个女，跟那个母猫叫，叫赫拉，因为赫拉是宙斯的老婆。啊！大王来了，好恐怖！那
大黄，你居然怕大黄？我都不喜欢大黄。我天天就大黄现在已经被我训了，你知道吗？他要上桌子，大黄下去，大黄马上下去。真的啊？真的。你好过分啊！你宙斯上去就行，大黄就要下去。宙斯也不行，宙斯上桌子我也说他。但宙斯是那种说已经不管用了，得打的那种，就得拍他一下，他才能下去。赫拉，不在我家呀，叫南雪，哇，阿瑞斯，他们说以后你在 KY 就放宙斯跟大黄，太可怕了，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两个猫住在了一块儿，你好烦啊，我好过分啊，对啊，你好过分，你也知道你好过分呢，当面说都不喜欢，就是还好，背地里说不喜欢就是真不喜欢，你看他过来闻我脚，你起来。Go out 我不是菌菇，我也不是平菇，我就是我。其实普罗米修斯可以起名叫米修啊，就这样也挺好听的。几点了？不知道，一点吧。我看看他评吧。一点。一点十一了，我走了。哎，正是光棍儿的是光棍的时间，送给你张雨涵。一点十一。耶、yeah, ，我好开心哦。我就做一个单身狗，我很开心。我走了，拜拜。拜拜。拜拜。臭八怪呀呀呀！你滚吧，骚呀！拜拜。大黄不要出来，他一定是要出来。普罗。啊，普罗米修斯是异形的前传，好像。拜拜。震惊！我居然说了滚，我经常说这个字。为什么要带它去绝育啊？啊，我带它去，因为猫就是你要，因为猫会发情，然后它发情就会在屋里乱拉乱尿。嗯嗯。刚才都有谁？就小燕啊。这件伤心是什么？朋友，如果你要再乱说的话，我就把你移出我的直播间的。很瘦的是吗？想看猫咪。菠萝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找女朋友啊？对对对对对，我之前就是有一次宙斯不小心跑到就是恭喜的屋子里了，然后那个他就说他的猫发情。对，然后就关起来。我说那你怎么不给他绝育？他说他要让他生小猫。会一脸幽怨的看我吗？不会，他没有什么对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大黄你在干什么？大黄上我的床。宙斯和大黄都好皮。哦，他们是那种比较皮的猫。对，我要热饭，看看我有什么饭。这有一个就是鸭血粉丝，但是这看起来好像酸菜的感觉。我拆开看一眼。嗯，他走了。软是什么意思？软。嗯。嗯，哪个软？我喵快喵快有吗？不知道他打的拼音，应该写鸭。鸭肝粉丝，对，就是鸭肝粉丝，就是撸的意思。哦，这样哦。大黄，我觉得还是宙斯最好摸。哦，刚才摸了碎碎，好。碎碎在哪里啊？碎碎在走廊，走廊上。我把它抱回去了。我看宙斯没事喜欢找碎碎玩，宙斯特别喜欢跟碎碎玩，喜欢跟那个群倩男的猫玩，但是后来没怎么碰到过群倩男的猫，就看碎碎老在那个外面乱跑。哎，我还是吃粉吧，我不想吃米了。惨歌太苍。那我要出去热饭怎么办？这粉儿
你看就这样了。哎，嗯，哦，这是，啊，哦，天哪，天哪，它翻了。但这个粉凉了怎么办呀？你说我可以把这个汤热了，但这个粉是凉了怎么办？暖气上。不，我是说去微波炉。这个暖气还蛮烫的。去微波炉热一下。嗯。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粉能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热呀。粉也行吧，都是吃的。那我应该先把粉泡到汤里，然后再放到微波炉里热，还是说怎么弄？泡汤里吧。反正都是要泡汤，倒进去一起热，那它会不会后来就那个闷了，就是那种泡发了的那种？先热汤，那我先去热汤吧。嗯。汤热了，粉倒进去不就热？挤上粉放进去，好，行，嗯。要不，哎，你说，要不我把这个汤倒到我的。平常煮火锅的那个小锅里，然后我再把粉倒进去，然后一起给它加热一下。嗯，也行。你们觉得这样行不行？可以，行，那就这样。那你还得再洗一次锅。洗锅倒是没事，毕竟我是个勤快的女孩子。哎呀。是不是我刚才在干什么事情？我刚刚 P 图。啊，我今天剪视频也没剪完呢，我烦死了。嗯，我没事。我的这个线呢？在你桌上，我刚才放在你桌上。好。就是上次他们说那个很劲爆的视频。哎，其实那个视频真的不劲爆了，只不过就是当时反正是大家一起录的，我就想还是把它修了吧，修了然后就发出来。每次吃都看到了张雨涵的机智，证明我就是个机智的人，好吗？要看要看。啊，对啊，它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视频了。不要低估自己的魅力，我没有什么好，魅力一般吧。好了，对，就是生日锅也没放的那个。你们说我要不要在锅里添一点点水呀？要。我先去拿个杯子盛着准备着吧，万一需要呢。
讲，宙斯跑出去了。我刚看到他跑出去了。添一点点水吧，我觉得一点点可以。又出去串门了，对。关系真好，因为宙斯他不会在乱拉乱尿在外面。晚上好。你也开始饿了，是去巡视了吧？他去巡谁的事啊？其实宙斯是吸血鬼，如果他是吸血鬼，为什么要变成一只猫每天在我身边？他不是应该变成人吗？或者变成更高级的东西？守护娃是吗？天啊，这瓜子都掉了。变成奥特曼，还是不要了，因为奥特曼都特别大，他会把房间冲破的。滚了。哦天啊。有鸭血，那我吃的上一份为什么没有鸭血呢？这是为什么呢？但是我没有筷子呀。你有多余的筷子吗？没有哎，你拿勺。我去找一下。为什么这个鸭血粉丝汤你知道吗？它又有鸭血，又有那个什么肝，还有豆泡，但是我吃的上一份啥都没，不知道为什么，才知道我换素食。没事，我也是这两天才换的。店家给我的惊喜，好吧，那我谢谢他。鸭血不才是正常，但我吃的上一份没有鸭血，我吃的上一份啥都没，只有一点鸭肝。不知道为什么是新拆的，
然后我就开始怀疑它不是鸭血粉丝汤，是鸭肝粉丝汤，结果这一份又啥都有了，就很神奇。嗯，这样吃也还可以，不用额外加热了，就汤只要很热，那个粉放进去正好。加一份鸭肠哦。要不我就不播了吧，我现在在吃东西也不能说话。其实我也觉得半夜吃播是不是不是太好。习惯了，我经常吃播吗？吃饱了。对，他在旁边弹琴，他在练。想能都出来，对。但是我吃东西就非常的不淑女的那一种。是吗？是双十一买的，已经到了。吃饭就是特别香，好多人都说我吃饭特别，而且我吃饭特别快，吃的特别多，特别又特别快的那种，是不是很神奇？因为没有筷子，所以就用勺子吃嘛。回家哦，那你的快递到的也挺快的，起来找吃的，还露出来，因为我怕你们看我干播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好。对啊，对啊，在吃呢。衣服更好看了，太会说话了。好难。
顶跟抹布都漂亮。有的人不穿都漂亮。但是我说的不是我啊。我的身材没有那么完美，我觉得我还是要穿的。监管吗？我说的是谁？就那种模特，超级明星那种大模特的那种，像明星一样的模特的那种。对，就是那种。你帮我搞个 BGM， 好像是哦。你不饿吗？不饿。那我觉得你也不是很容易饿的那种人呀。我吃的多，我爱吃膨化食品。哦，但我们俩在一起吃饭，我也没觉得你饭量特别多，我觉得我们俩差不多，你觉不觉得？嗯。是吧？嗯。所以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应该比较好减肥，没有你想没有你说的那么难了，我觉得。嗯。这是我今天第二段，我们在，我们会再带一几场，但是不会多了，因为他们的新人马上出道了。对，是的。所以如果大家还想看小张跳这队的公演的话，就这两场看一看吧。八、七、八。今天这一顿，嗯，如果非要算成是十六号的第一顿的话，那也算是早餐吧。
收到 B50 的一些消息了。B50不是已经截止投票了吗？三前的下午茶，对，周四跑出去了。然后我没有去找他。我怀疑大黄也跑出去了。啊？因为我好久没见到大黄了。轩，万一我们没有进怎么办？万一我们没有进怎么办？平常心，哎，自残是为什么？没进我要自杀吗？什么鬼？觉得就是，就是大家的钱就会浪费了，毕竟我们速报中报也都进了嘛，然后我就感觉这个钱就浪费了，而且还有人家其他和我一起 UNIT 的小伙伴，他们也会，我这个钱也会浪费，我觉得很不好。菠萝不出去的，让我录一下。需要我停止喝汤吗？没事，不用，我就听听我的节奏。平时火锅的锅，对啊，对啊，平时煮火锅也是这个锅。捧着锅吃饭，怎么了？这不是很正常？其实我觉得这个汤有点咸。不行，一点粉没味道。
去找一下大黄。我先弹吗？要不我就关直播吧，反正我都吃完了，好热。我们自从来了暖气以后就特别热。你外公就这么喝水？你看我还有另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泡茶用的，它有一个这个，这是泡茶用的。我困了，差不多吧，我要去卸妆，然后要早点睡，虽然明天也是晚场。等等，明天下午是哪个队的公演来着？是一队吗？下午一，那我明天是晚场的公演，但是我周天应该是下午场的公演吧？周天是下午场吗？小张没有口红了，苍白的双唇。两点算早睡，我觉得不到六点都算早睡，就是下午。啊，那我就是周日还要早起。弹错了。有，刚才也吃完了吧？是吗？没事没事，不辛苦。那不睡是不是升天了？不睡就是通宵吗？不是，我是熬多晚都会睡觉的人，就是，比方说，严明君他是那种，就是如果他今天晚上不困，他就能一晚上不睡，他第二天直接去上课。但是我是那种，如果我睡得很晚，比方说我早上七八点我才睡，那我也要睡，就我一定要睡，就是我不管多晚睡，我都要睡的人。但有的人他就是，我比方说我今天晚上我不困，那我就一晚上不睡，第二天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我就不行，我就不行。我是如果我很晚的话，我就一定要睡。来暖气特别干，我有加湿器，然后就最近可以用加湿器。你也是是吧？就是我原来的时候嘛，熬通宵嘛。然后我就觉得，就勉勉强强，但是等现在都上了年纪了，然后我就觉得，就真的不行，就是我要是不熬夜不休息，我第二天真的就不行，我要猝死那种感觉。如果我一夜没有睡，第二天跳公演，我在舞台上我就觉得我要吐了，那种感觉就很难受，心跳又很快，然后就又头晕恶心那种。哦，那直接。其实跳公演不是说很累，而是它会在你看，比方说连着四首歌让你非常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嘛，你的心跳会很快很快，你就不就是会很急促的呼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心脏有点受不了那种。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一直不睡，然后现在就觉得不行了是吗？但你看起来特别像学生啊，你毕业了吗？但是也比较透支，对，是的呢。但是如果你有比方说工作啊，或者什么为了自己的理想啊梦想一类的事情，我觉得你去熬夜去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就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为他熬夜，等到你老了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想为他熬夜都没有这个身体了，就你的身体都不能去熬了。所以我觉得相比较之下，如果你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虽然很辛苦，但你觉得值得的话，那去做也是可以的。毕竟等你老了，你想去做也没这个时间了，也没这个机会了，也没有这个身体了。毕竟安逸都是留到老了的时候的，年轻就应该辛苦点。比我大哦，看来你是知道我多大。被逼做标书，标书是什么？23周岁，哇，恭喜你。竞标，哦，我知道这个。我之前好像是
我听说就是有很多项目，就是会有很多公司都要想去接的时候，就需要竞标，对吧？是不是这个东西？大部分人都比你小。啊，你这样说会让我有一种你已经很大了的感觉。对啊，比大学时候还迷茫，正常的。就是你上大学的时候怎么会迷茫？你上大学的时候你是学生啊，你一般你在学校的时候你不太会想以后要干什么，你真正出了学校踏出社会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发现，哦，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人23到25就是迷茫期，很正常的。而且如果你那么年轻，23、24岁，你就已经想明白了我以后要干什么，我的一切都是定好的，那怎么可能提前预知未来吗？不可能的，对吧？慢慢来，不要着急。就是在人生岁月的长河中，在你工作之中，你先实习个一两年，对吧？要工作啊什么的，慢慢的你就可能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想规划在老家，那就不要规划在老家。你也可以就是年轻的时候去外地多跑跑，对吧？在外面工作，然后等到就是比方说你想要去有个安稳生活的时候，再回到你家那边，然后再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啊。什么洗头兑水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洗头兑水。我像一个举过学啊，没有 ，no， 并不，就随便聊聊，说一些自己的想法而已。我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待惯了回不去，就回不去了。那是不是不能经常见到父母呀？回家是为了方便照顾父母。哦，那倒也是，就是，人和人的情况不同嘛。一直被困扰啊。但说实话，我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怎么遇到过。我家里人不怎么催，就是有时候会，老人嘛，就爷爷有时候会提一嘴，但是基本上我家里人，我妈妈是没有怎么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基本没管过。洗头兑水，哦，翻翻背后卖了回老家，知道我在说谁了？啊？啊？我什么都没说呀，你们在说啥呀？你不是我，哦，起码能拖到35。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当我的一切都没有安稳，就是我没有一个能够养活自己，就是能够让我自己过得很好的工作的时候。我是不会去考虑这些事情的，我是一个我自己是可以完全独立，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能够去，就是 OK 的那种，我才会去考虑别的事情。我去种大荒。你会顺便喊周四，他会应你的。我估计他不认我。不，他会，他不会犟着我，他会跑出来，然后站在走廊上看你。真的。周四就会这样，试试对。女强人，我没有很强，我很弱的，就被迫抓着去玩了。哦，其实女孩子只要完全独立，家里还不想。是的呢，是的呢，是这样。晚上好。等一下，我要啊！天啊，这个垃圾桶又翻了，被我踹翻了。天啊，里面居然泡了菊花茶，好吧，那我一会儿要去泡金银花茶。我要换一个姿势，嘿。不行，我现在没有口红，特别丑，但是我懒得补了，怎么办？
有区别，你看这区别还是挺大的吧。我把我的裤子脱了，好热。严明君居然不觉得热，我真的觉得房间好热，他都不开窗户，我要去把窗户开开。我觉得好热，我都出汗了，我就穿了一层薄纱，但是我的裙子是毛衣的，是毛衣的。我的手机掉到锅里了，怎么办？我的手机刚刚掉到锅里了。我先擦一擦。它的滴水。不是，主要是我的手机不是屏裂了吗？然后我特别害怕那个水从这个裂瓶里就是进去，但没有，那个锅里没有什么水，就一点点很浅的那种。哦，好吧，我冤枉他了，他开了窗户。那为什么还这么热？没事没事，就是那个听筒底部沾到了水。我要躺着了。不好意思大家，我又开始躺播了。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躺播的人。你们真的被煮了，他回来了，你找到了吗？我喊他，他没出来。那个大黄找到了吗？名字刚才举步。是谁？麻球。啊嘿。嗨。你叫麻球还是麻团？哈对不起。话筒声音都闷了。真的吗？现在应该猫好多呀。对，是的，有三只猫。我最近在考虑它。那两只猫呢？有一只猫跑出去了，就那个小黑猫。对对对。就是跑出去。对，就是跑出去了。然后菠萝不知道它躲到哪里，它胆子特别小，就是。大了吗？大了，现在有这么大吧。对。话筒有点问题，现在呢？是，怎么了？没事，因为我没时间的话，被我一来甩的。不是，因为我的手机刚掉到锅里了，然后特别窒息，然后我现在想它可能是进水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会打架吗？会打着玩，但是没有真打。好点了。好，我走了。我先打了。好的，拜拜。哪天我想摸猫，我就来你们这。好的，好的，可以。我要看一眼。它躲到这里。菠萝啊。嗯。哦，对，它就是胆子比较小的。好小一只。对，在这里，菠萝，一只卑微的菠萝。现在还这么小，几个月来着？他现在6-7个月吧，6个月吧，六七个月。这么小。对。我还记得刚开始想奶猫呢。对对。走了，拜拜。好的，拜拜。不行，我还要去看一眼。我要去看一眼宙斯。宙斯，宙斯啊，宙斯，我不知道他去哪里。宙斯，宙斯啊，宙斯，宙斯啊，宙斯，宙斯。猫呢？啊。刚才出现在这里。哪儿？啊，那边吗？周三，周三，周三。我去，我去，我看到他了，我去，我真的忍不住惊叫出声。他两个眼睛在发光。
对不对不对啊，看错了，他在这儿。不是，因为他每次在黑夜里就只有眼睛能发光，所以我就看错了。就是走回家。哎呀，不要躺回家了，看我不摸你，快点，周三，走啦，周三。周三，嗯，哎呀，周三，周三，你在干什么？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走了走了，哎，我的妈呀，我绝望了。